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凯，我是演员曾梦雪，我是于文文，我是刘亚瑟，我是罗米，我是张天爱，我是朱叶曼姿。请大家记得1月11日，1月11日记得入场支持，入场支持。前任四，前任四，前任四，英年早婚，我们不见不散。这样，你先开个头。你身体有哪不舒服吗？你是看出点什么了吗？他凭什么觉得我不行？相亲这个事儿啊，都给你匹配了3、4个了，你看着不老，但是有买单。下周四上午有空吗？嗯，早点领证，早点备孕啊。买单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呢？你在大数据里头，那就是乱七八糟的人。恋爱没少谈吧？不少啊，我不多。你呢？生活怎么样？我们俩都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，表面上一片祥和。成绩真好，太成绩了。实际上暗流涌动。你想见哪个老朋友啊？是我不好。没事儿。是我先变的心。那时候不是年轻吗？我是没想到，婚姻生活这么累。那天你说，你还没有想明白人为什么要结婚。现在呢？有突破吗？到了这个年纪，越长大越孤单。更可怕的是，还特别享受这种孤单。你不是习惯了独处，而是恐惧对你现在生活的改变。我现在真的不想回去啊。可能我也不适合结婚吧。你在感情上老是犹豫不决，就是因为你不愿意面对未来。单纯的结婚和谈一辈子恋爱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在爱情上，我还是相信命中注定的。